终于性感了，在我们这个3月23嘛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啊，有真侪好朋友，咱提早抽到，咱今仔日，咱大家好朋友吼，对着咱这个定南宫，咱的天上星庙，对、哦。啊，来加咱的吼，来祝着咱的新港，咱的孔天宫家，祝福着咱这幸会哦。那相信呢，大家都是满满的心意。是。啊，有的从第一天开始陪我们妈祖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对，啊、有些是可能没办法请假，哦，可能第二天、第三天咱才开始加嘛，有。啊，是讲有些朋友是哎。今仔哦，咱这个妈祖来跟咱的新港啊，咱就对咧行咧，拢真济啦吼、哦。所以哦，相信的话，咱的妈祖慈悲为怀，那当然庇护着咱所有咱的现在罗汉众弟子。当然，大家不管做什么生意，做什么事业，拢会当吼一步万里，风头大展来跟大赚钱。上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才会当有万贯的家财。对，对不对？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哦，那个愿望都开始变得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。以前哦，这赚大钱摆第一嘛，对啊，好，先把心，今天我的这个家人身体健康排第一。现在身体健康真的排第一，真的真的啦哈、哦。所以嘛，咱现场好朋友，财务完毕了，给大家祝福咱的幸运登记量，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是的。来，阿东你好，今天你节目非常的精彩啊，咱叫两个主持人的，那像蔡奇亚嘞，蔡奇亚。来，东林，别再讲伤侪话，有咱的庆祝有在做交代。有交代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呐、啊，赶快将咱宝贵的时间留给我们后面美女歌手的时间。是的。来，要收点我们的小雪，再来这一首的好歌送给大家，新大家送给大家。会车到，准备咧，新旧车啊！咱来新完毕了，咱就落车，这台慢车，豆豆我行。这台慢的无？豆豆我行到新港啊，爱停。嘿。台币慢慢靠近玫瑰车，搁看起来去的人影，一个人伫咧都市生活，若无家己美丽牵挂，车搁开急急开去。
再给这个满满的菜的掌声。刚才是谢干虾，好热情哦！甲大家问好是，大家好，是小雪。小雪在家祝大家当家庭幸福过比满，招财有进步，日日顺心，日日平安，日日都会当大赚钱。新的一年都可以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。祝大家是谢干虾。谢谢刚才们可爱的小雪雪，那下面是读一句。